由细到大，我都系一个书迷。细个上英文堂嘅时候，要拎住本 Cambridge Dictionary。估唔到大个之后，有机会可以喺呢一间大学度上堂。大家好，我系 Joanne 马祖颜。每本书对我嚟讲都有属于佢自己嘅宝藏。喺文字之中，我可以吸收到作者嘅知识同埋经验。在 Michael Lucier 写的《吸引力法则》，我就学到只要你相信自己，就一定可以成功。而在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，我就学到只要你全心全意做某一件事，全宇宙都会协助你去完成。我好想写一本属于自己的美丽传记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，而全宇宙亦都会帮助我写低最精彩的章节。可能大家只会记得我是关礼杰的女儿，星二代。但是其实除了这两个标签，我还是一位英语老师和素食甜品网店的创办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是哪个的女儿，而是我的努力。我是关风卿 Fabian。 我想每个被人标签了做星二代的，都很想证明自己不是靠父干，所以我很努力地考到硕士和筹备自己的网店。虽然只是开了个几月，但是每日每一个 post， 每一个 story，每一个款式都是我一手一脚做出来的心血。我知道星二代这个标签是不会消失，但是我希望参选员至少会多了一个香港小姐标签。自从参选了之后，有媒体说我是翻版同原型，亦有网民说我是汤洛文 2.0， 受到传媒关注，得到赞赏，当然是一件好事。但大家都可以留意这个正版 Trixie 余永彤。听说识画画的人想象力特别丰富，但又怎会想到写生竟然可以写出自己的人生。中四参加的绘画比赛令我画出一个上海交流的机会，亦都因为画画将我带到去俄罗斯读大学。生于一个被认为容不下艺术的香港，竟然有这样的机会，想起都觉得神奇。自从画画得到肯定之后，我开始喜欢画人像，间唔中亦都会画下自己，记录低我想保留的时刻。我已经有头绪了，我想画街面后宫的自己。由细到大，我都知道妈妈对我有很大的期望，所以帮我改了这个名 Brilliant 刘珍宝。今次参加香港小姐是想证明她没有帮我改错名，我真的是 Brilliant。 我十五岁的时候去了温哥华度留学，我有十年时间离开了香港。今次回到来体会到这十年香港变化真的很大，每经过一个街角、一幅旧墙，我都用相机记录这座城市美丽的一刻。因为对我来讲，一张相最重要不是景物有多靓，而是情怀有多重。今次参选香港小姐，希望可以为自己按下青春快门，留住美丽的一刻。我是张家善 Michelle， 我的优点是对人很细心，缺点就是对自己很不小心。成日整亲自己，为了不想家人担心，我决定读护士，希望帮到自己，同时也可以帮到其他人。
最初整蠟燭的原因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我自己在加拿大住，我會用這些蠟燭去佈置自己的房間，營造一種家的溫暖。而自己親手整的還會多了一份溫度，當拿去義賣或者送給其他人的時候，我會覺得很滿足。參選了香港小姐之後，我很希望可以代表香港，好像一支蠟燭一樣，將家這份溫暖傳遞給大家。我叫趙美倫 Mona， 我想我最特別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音樂。小小個我就喜歡音樂，彈琴啊，吹單簧管啊，慢慢音樂成為我生活很大部分。夜晚一個人的時候，考試之前有壓力的時候，掛住屋企的時候，音樂令到我很放鬆，很有力量，面對不同的心情，做好每樣事情。參加香港小姐是我送給自己的18歲生日禮的禮物，這首歌，這個旋律，相信會是我最美好的樂章。